好像家里还缺点什么。缺什么呢？啊，对了，缺爸爸和妈妈。十家就要有爸爸和妈妈才行，这样馒头就什么都不缺了。哎，你怎么乱扔垃圾啊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谢谢叔叔，爸爸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妈妈躺在地上就不会再轻易被人推倒了。馒头带香喷喷的晚饭回来了，这个很重要，要收好才行，明天再拿去换香香的馒头。来，这个大馒头给妈妈，另一个大馒头给爸爸。馒头还小，就吃最小个的馒头好了。又下雪了，冬天了，果然冷了很多呢。妈妈的孩子，馒头有妈妈。馒头的妈妈一定也是在某个地方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在等我。我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。再怎么许愿，脑袋里出现的永远都是别人的爸爸妈妈。